Aloha， 头痒痒的。我现在在看旁边有没有人在看我拍这个东西。我现在到学校附近啊，然后你记得这个东西啊，就是这个，我要来看一下有没有照到。嘿，就是这个东西嘞，就是我上次照片照到的。然后呢，这个附近是学校附近，然后他们有那个船哦，就是这样船这样飘过去。然后学校是在很前面，好像是在，我调一下，很远，看到没有？就是那一栋，那一栋，那一栋，最远的那一栋，就是这一栋，这一栋，看不到哎，好吧，再调回来好了。现在还没有到学校附近，所以我决定给你讲点话好了。生病了吗？我也觉得我快生病了，结果我刚刚就吃了普拿疼，然后，然后你有没有看到我左边有一颗痘痘很大？等一下我要走楼梯。好哈，我发现这只手机真不错哎，那就这样子吧，我到学校再录给你看吧，拜拜。